便宜。去你搞念啥？大家跳出来念一届。你真爱念骂话呢，足爱骂话的呢。无代无志，大家来和你骂，和你骂出头的。哈？大家来和你骂出头的哟，跳出来骂。啊，别人唔对就骂我，啊，我是安怎足欠你骂的哟？甲你生活真忝，你知无？迄透早还嘛心情偌歹的呢。迄无啥物要讲啦，我甲弟媳妇毋知影安怎做哟，安怎做敢袂晓哟？就讲和你教吗？欠欠敢袂晓哟？感觉你足奇怪，讲话就骂你，拢无法度沟通，无法度迄种。我真的甲你讲过啊，敢无哟？甲你讲啊说，哎，讲话就讲咧骂你啦，这个逻辑我真正想袂晓。我都改进啦，讲话就讲咧骂人。我想我都跟你沟通啦，你安怎就你安怎。我都跟你讲过啊啦。我跟你讲，你个一个，你个安尼啦，喜欢你自卑。嘿啦，别人拢喜欢你自卑啦，就讲你对啦，大家拢唔对啦，大家你逐项代志拢对啦，上加拍算啦。我就讲你家己食，我唔得坏啊，安尼袂使。刚顶个提起，认真看，靠，真靠靠。我计是讲提偌好咧，结果是安尼。跟你讲，就是哦，凊彩你安怎讲，你无法度沟通啦，你完全无法度沟通，就客啦。讲话就拢咧骂你咧，安怎拄安那啦？你家己想啦。我是要甲收下啦。嘿啦，无法度跟你沟通就对啊啦。讲啥就讲骂你安怎拄安那，嫌你啥小有诶无？我咧做工课，我咧像你安尼吗？趁个十工诶，拄着代志趁尔济。我若像你安尼，我毋是直接甲你商量。我都聋人，人在讲什么话？这个就骗的，就出去安尼，甲人烧嘛，甲人烧了。你我到这烧这个嘛，聋人嘛。意思人拢爱顺你啦，顺你的意思，我都接受别人的意见。要来这个拜骨，吃拜骨，我无甲你。以后你就定咧想。人讲了唔对，就骂伊。这骂面一定爱接受，你唔是接受着人好。你骂你啥呀？我这个阿哥阿娘叫战犯。无必要跟你讲款，无你什么讲款，无必要跟你讲款，讲思想，不必要跟人家左右，害死你家己，我无跟你讲。个人个人的思想，什么思想？思想你来家己都尊重家己，你去想啊。你就在骗你。为什么来家己去想？你就讲，那就跟人家去。啊，现在来，逐天，让你骂出头的。你来跟你骂，多谢你跟你骂，谢谢，要跟你骂。透早，逐天透早来骂出头。我来跟你骂啥？收得人吗？无人来跟你骂，我都沟通啦，要骂你啥？嘿呐。看你明仔谁在你嘛？好啊，凊彩啊。那别人的唔对，拢拢怪我，拢骂我，把我堵死啊！什么人唔对都唔对？是啦，你都对啦，别人拢对啦。世间大家讲我唔对啦。那着假大声，规个人就得个人咧笑了，但对咧对你安怎安怎？规个人我是怨的。我是你跟你怨什么？对啊，讲话着你讲我骂你声小。敢无影吼？有影啥？有影知道？欠东欠西嘛，东嘛西。啊，本来讲话就是啊，有个检讨的代志。嘿啦，大家拢爱喺你检检讨啦，等你当变啦，咱就骂人骂人就是检讨啦。好啦。看你敢想啊，想讲骂你去啦，你去啦，骂人袂甲你应的啦，迄个上欢喜啦。你敢想对哦？你家己以后你做咩啦？做唔得？你做了啥物？是啦，大家拢无法度过日子啦。无法度甲两人拢无。是佮社会甚物关系啦？无甚物关系，甚物代志都是爱学，听人咧讲。
讲什么话？你今仔咧点？安怎有无？啊，是到咧唔对啦，就爱逐工来听你骂啦，就爱思想通晓啦，爱害你洗脑洗气吼啦。来思想，来遐左右。咱咧甲你来遮咧，甲你。我来甲你控制。遮咧甲你控制啥？控制甲你共咱思想。遮咧甲你控制。甲你控制，遐咧气血，控制着气血去。我咧甲控制啥事？个人管家己就好啊。要不管家己？我哪会管家己？两个到底就是有问题，你都有问题，就家里就爱搞，对不对？靠大声的赢啦！什么叫要大声？我无迄个大声啦。社会行过，捌拄着，捌来，对不对？嘿啦，毋捌拄着啦。讲话就咱阿妈哩，讲话就咱阿妈，讲话
我酒厂啦。我无咧酒厂，我怎我到跟你讲话？你不要讲我是菜啦。啊，酒厂人安怎？酒厂安怎？什么社会袂得个爹啊？安怎啦？拄我啦？好啦好啦，是啦是啦，啊你你上牛啦。我牛啥？啊，就袂检讨。是啦，咱拢袂检讨啦，你家己拢真够检讨，你家己是安怎？我家己安怎？怪官啦。是啦，无安怎啦，真牛啦。我真艰苦过啦，我无在你做，我煞无甲你沟通啦。Thank you.
士林是士林，士林吗？是我那天走的那个地方吗？好像有点像。嗯，我那天走的菜市场是那间，是那边吗？哦。妙华跟了钱，家里没回出租。其实妙华是对我很好啦，唉，只是我的个性哦，我的个性哦，我就是想要跟阿老弟啦，我无要害阿哩，搞我食狗狗阿哩，也无啦，伊嘛无搞我食狗狗，还是讲伊性格就是安尼，跟老母咧讲话嘛像小亮，安尼啊，跟人讲话就是，啊对厝的人吼，就是安尼亮，啊对外口就拢足好个。所以，伊迄个个性哦，我就无咩系安尼压，唔知安尼，伊来咧讲咩，我就压落去，佮压落去，哈，无咩系欺负算就对啊啦。其实他是很好，只是吼爱捡一寡吼派糖果食安尼，我白捡啊白捡，捡啊一斤顶佮贵个，啊佫唔单调啊安尼，外口嘛电视计电，即讨厌。啊！伊外口的代志袂睬伊，门口口遐代志，遐安怎定个代志？房间安尼啊，伊身躯吼嘛有臭味，那脚嘛臭烧味，伊身，今天是什么学校？你讲安怎出？你讲安尼啊，几领出啊？你今日要回厝做，你啊几领出啊？啊，水啊，搞的安，漂亮可爱啊，笑喵喵，笑喵喵。
这是妈做出水了，这些背呀，啊这气呀，这嘛表示拢在普渡，一块那是庙花，伊就是伫咧一间卡，一间啦，一间咧做事，一间是算几号？伊来这间咧做事，无啊，也无写几号啊，刚写几楼？安尼无，伊这间无明门牌号。这里有门牌号码啦，它属于三合路啊、哦，奇怪，它这个算三合路。现在是几点？我们庙来哦，八点，八点空一分啊。我们庙爱心来开门啦。这边的地址，看它的地址又是仁爱街。啊，那个进来啊啦，人已经来啊。老张，小姐，老张，早。早安。啊，无啦，早餐呢？对啦，你有早餐店。定位。喂。啊，哭了，哭了，哭了。你要接吧你啊。
安内伫咧食。这到底是伊啊？阮个。你看这卡是伊个啦，阮个。我嘛一卡坐啊。你以为我来栽了？哈？你栽了？我迄天刚排坐来。哈？你这变数会使用啊？吼。你看无水坑呢？啊，今麦水拢无水啊咯，啊，水会流无遐多。你都去啦，搭来遮咧洗物件，你来带坐遐物件放下。好啦，安尼就今天的希望，这个人就是我啦，阿弥陀佛。哇，也是OK吗？它能低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奇怪，怎么会打不开？吹大啊！落啦，帽子摕开。